各位观众朋友们好，我是小春，身高4公分，体重3公克。今天我想要办演唱会，各位应该知道我是一线村村长，我很有名，我拥有8亿人团队，因此我每次办演唱会，人都是爆满，一票难求。只要我办演唱会，就会出现以下情况：第一种情况，因为观众席已经爆满，观众席没法坐人了，而采样的动物叠叠乐，最下面是狮子。然后是马、鲨鱼，还拍照打卡嘞，耶、第二种情况，一样是因为观众席拥挤所造成的人物叠叠乐，狼牌是人物叠叠乐，不是人物叠叠乐啦。哦，随便来。第三种情况，就是我在唱歌，人潮依旧拥挤，但当我飙高音时，观众震惊，因此全部往我方向冲。想靠近我帅气的脸庞，想把我帅气的男高音看得更清楚，但是全部掉到我设好的 Google 陷阱里了。耶、好了，这三种情况都是演唱会会发生的事情了。那解说完毕，开始演唱会吧 ，Go Go Go！